在我们人类世界中，绝大多数的人身高呢都是差不多的，然而这其中也会有一些特别高的巨人。当普通人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就是小孩和大人站在一起的即视感。因此人类世界的巨人在生活中也是比较出名的存在。但巨人这一特征不仅仅出现在人类世界中，即便是动物世界里也有巨人的存在。第一是黑色的夏尔马，这种马因为体型庞大，常常被人们用来做一些重活。而这头马是英国最高的夏尔马，名字叫做林肯。林肯曾受到最初主人的虐待，如今林肯被一家果蔬公司的老板詹姆斯·麦克收养了。在詹姆斯的照顾下，林肯现在变得非常强壮，从肩胛骨到马蹄有 1.98 米高，成人站在他的面前犹如一个小孩。第二是一头叫做布洛瑟姆的奶牛。布洛瑟姆生活在美国伊利诺斯州。布洛瑟姆刚出生时进食量就是普通奶牛的4倍，排泄量也是非常多的，一天需要排泄60公斤。如今的布洛瑟姆有 1.93 米高，强壮的让人不敢靠近。第三是巨型野村水母。野村水母最初不过只有针头大小，在不到一年后，野村水母能长到2米多，重达400斤，这个生长速度实在惊人。这种巨型水母甚至还在一段时间内泛滥，严重影响了渔民们的生活。你们还知道哪些巨型动物呢？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拜拜。